รีบไปเลยพวกมึงจะไปอยู่ที่ไหนกันเนี่ยเราหาวิธีเอาท้องมาสู่แหละโอ้ท้องเป็นไรบ้างโอ้火箭队啊！那四个枪走了，皮草大毛的，我真的没用，他们要哪根筋啊？连火箭队都连排位没带，我对不起四方门，他也都没做诶。他个四个人，还有一个连龙炮都冻翻，算我们了。他现在就不归元冲。既然我爹把他托付给你，我看你就暂时代为保管了。不行，我答应过东方前辈，要把东西还给四方人。会不会有飞廉龙？你们和东方前辈的绝世神功。是啊，小青练了东方玄功，大哥，你一定要跟着好好练。不知道东方公子逃掉了没有？如果没发现，咱就让我去看看。嗯。啊。走。ดีด้วยนะใช่ฟังคำพิจารณาคดีนั่งดิอย่าให้เก้าอี้เขาเสียแม่เล้าเดี๋ยวก็ว่ามาเดี๋ยวก็ลงมือกันเลยนี่被那小白脸弄得团团转我说什么你听得进去吗旁边的野豚都放入了面买你是后面讲道理了我可没怎么说你以为你翅膀硬了有了靠山是不是你自己瞧瞧自己瞧瞧啊刚才那一场大乱把我这儿所有的东西都被打烂了这全被你那小白脸所赐这些东西呀、啊、你都得给我赔有两个不太对啊你打他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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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用那笔银子赔当然可以不过你赎身的事就给你一笔勾销金毛毛，你这是趁人之危不计下时。哼，你这么说就不对了。我只是多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要么拿钱出来赔我的损失，要么留下来继续卖笑。他根本要说我不肯呢，根本要非得不肯。走，给我打！我可都是为你好你就在这儿给我待着好好的给我想清楚只要你想通了告诉我一声我随时放你出去把人给我看好了阿飞你没事你不来了是跟他们走等等等是我来了金妈妈要的是我是我连累你才对可是我真的不想在这种地方过日子我不想再让人瞧不起我
会的，你这么好，不会有人瞧不起你的。东方公子他不知道逃出去了没有，他到底是不是还活着？鼎气归元于丹田，滔滔江河纳百川，动静阴阳两固化，返璞归真，老归凡。为什么？我从小身体不好，经脉较一般人为弱，体质阴寒。东方兄，我心里阳刚，我要是强行修炼的话，恐怕会使全身经脉逆行，五内俱分。难道没别的方法了吗？那么东方前辈的一片好心，岂不是化为了乌有？东方兄，你千万不能再昧了良心。莫非这是天意？既然我命该如此，有件事我要拜托给你。听说方天，以后我们家的东方玄宫恐怕要靠你发扬光大了。不，这怎么可以呢？小天，我知道你是一个光明磊落、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你不会去贪图别人的武功绝学。但是你毕竟同我爹同生死共患难，他能把武功传授给你，在他的心目当中早已把你当成自己的儿子一样看待。我爹从不随便把武功传授给别人，但他却把秘籍交给你，足以证明他对你的信赖和器重。不明白，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东方前辈所托。我发誓，我一定会救出东方前辈。传说中的宝物之一火麒麟终于落在我的手里了。如此看来，你要找到传说中的宝藏已经是指日可待了。